好，我们开始直播了啊！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室，我是 Alphas 小一百。今天到等会9:45左右的时候，我的小号就能开那个超级大箱子了。我们期待一下这个里面能开出什么来吧，最好能也一样开出个传奇来，或者多张传奇，虽然比较可能。今天早上我加入了一个就那个 CN 的锦标赛啊，就挤进去了，然后运气很好，打了一场之后，30V 有拿了140名，有120张卡，我现在在等，估计明天早上，醒来的时候就能开了，我也不知道能有什么东西，120张卡我以前都没有拿到过，因为我第一次来到 Twitch 啊，很高兴。然后我是一个零氪玩家，就是没在这个游戏上花过钱的，就是说，所以说都没有买开过箱子，也没有拿过传奇，脸比较黑，脸一直比较黑，直到前几天开了一个最大的宝箱出来，那开出一个这个胡歌出来，很开心啊！当时我兴奋极了，兴奋坏了。然后我们那就继续打杯吧。这两天打杯的路程都很艰辛呢。今天要不用这套试试？这套用小皮卡的人不多，用火枪手的倒多，是吧？哎，试试。不行，带回胖球去吧。我比较适合碰球那种打。哎，打完再说。先吃药。哎呀，好。哎呀，太脱边了。哎，好。这个兵法不应该跟。好，两个兵法再砍，好。哎呀，报告 stone。我不用。哎呀，完了！
哎呀呀呀！完了完了，平了平了！哦，好吧好吧，他这个有皇家巨人是比较难打，刚开始磨掉他一塔，挺好的。感觉这个大苍蝇有点卡手，没有机会放出去。换成小苍蝇试试。火球我用的也不顺手，用赌注吧。What the fuck？哎呦我操！哎呀，这个手歪了是吧？不应该垫，不应该垫，不应该垫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My fault, completely my fault。Nice。
怎么这么容易平的呢？又是一个平局，哎呦！不行，用胖球试试。我靠，十级的，大哥，你在十级混什么？完了完了完了！这小骷髅挡不住他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啊！就差一点。哎，我拿巨人应该怎么挡呢？他第一波跟我晃的时候，我还是很赚的，但是后来没有顶上去，没有防住他的。好吧，看一个黄箱子。没有出能挡他的兵啊！我感觉太郁闷了。
少个剑鱼，你直接放两个剑鱼就行了，应该我操，不然就是三星了。现在9:20，开个箱子来不及。哎呦我靠！Arena Eight，这啥时候的？Eight 有啥东西？哎呦，那开一个，如果开到一个冰晶或者蓝胖子，那多好，这样没什么用。开一个有什么用？这个聊天框里的 whole eight 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 whole eight 是什么意思。继续，行，2300杯，八阶竞技场进军，哇，那个就闪掉了，那个就直接被闪掉了，我靠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呦！哎呀呀呀呀呀！最后那个野猪敲到一下，如果那个野猪没有敲到一下的话，那就可以，
我觉得是可以的。这一波过去，我觉得他是守不住的。太多守门员了，太多守门员，那过也过不去，完全过不去。前面把小苍蝇扇住了。我看一下他是箭也是多少级？9级的，哎呀我靠，箭也是9级的，小苍蝇直接电掉，哎，怪不得呢。如果小苍蝇没有直接被电掉，哎呦，差好多呢，173，173，对，169能电不死。哎呀呀呀，错了！瓦基里是能干掉他们的呀。哎呦，气球跟不上，气球跟不上。太勉强了。我靠，这王者好坑！不管你了，直接拿你三星，管你狗球干什么，管你舔狗干什么，直接拿三星，Thanks, good game。好，打完这把，我们去小号看看。我靠，那你我。你立我也立，你立我不能不立，对不对？不能就这样败给你，气势上扬，我靠，真牛逼！
哎呀呀，小库会不会炸死的？哎呦，我靠！Damn it！走的没有干什么？我靠，四级的石头人！他为什么就有这些东西？哎呀，他第一波没切好，没切好啊！第一波不跟肌肉不应该跟上去的，看来他。好了，那就换号了。换号那个，Unable to connect to server.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? Why am I unable to connect to server? It's annoying.
为什么塞不进去？哎呦，我靠！是网络问题吗？这样，那我只能用手机上了。Oh no. OK，应该可以看到了吧？哎，还有8分钟，先开一个免费宝箱。还有8分钟，我顺便去打一场。死机了。那不问我的人。好吧，我们去打一场。我只能跟你这么看，哎呦我靠，你怎么往那边去？球是难打呀，我靠！反正我是超难打的，我根本没有对空。
目没有对空，这个太那个，太憋屈了。那我先顶上去。先把它干掉。我去，那巨人就是。好，还有一分钟，还有一分钟啊！大家坚持。就我是不是站在球啊？就火枪手了，那我就不能给你。来吧，给我一个可爱的传奇卡牌。对不对？传奇卡牌，我等了好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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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传奇卡牌。哎，正好500块，500块，是不是可以开个 tournament？
2000多块钱。哦呦，国家好快升级了。哎呀，四个格雷斯人，飞出是七张是吗？锅炉，锅炉，锅炉是很好，但是没钱升过的。哇、哦，十二个飞桶，南木飞下是传奇卡，哎呀，出了个滚木，你让我怎么用？哎呀，好纠结，出了滚木，现在的新卡还是很难配呀、啊，滚木，他也不能。小闪电，他也不能代替小闪电，是吧？哎呀妈呀！你给我一个滚木鱼！哎呀。Log, and this is the only legendary card I have. What can I do now? I want other, for example, lava, ice wizard, princess, miner, anyone, even a sparky. 这个滚木哎，太难用了。哎，我不知道像火锅会怎么样，火锅用来防守。火锅能直接升到六级。有钱的话。最缺的就是钱，是吧？哎呀妈！这个垃圾你也是没放空的是吗？没有放空的人。
是不明白，我知道的，我深谙其痛。啊，为了我们的十冠，对不对？你们击打。Oh no，没有什么好出的，太白了，你都可抵御他。正好没攻击人，不记得了。什么？我也不记得了。那死亡模式，我都不知道，我以为我赢了呢，还死亡模式，逼着我三星了，这不是。好有用啊，我靠，会
小牌那个人。哇，还刚刚八级，八级零，我说八级小闪电到闪送，嗯对，好像是，哦对，苍蝇为什么还是细一点？哎算了，好吧，先不闪了，先留着吧。不分开宝宝们，慌什么慌什么慌什么？
哎呦，迫击炮来这么多干什么？好吧，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给我，请搜索我的 YouTube， 关注我，订阅我，谢谢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。